早前咧就我喺呢度向大家介绍呢个 NordVPN， 除咗可以保障你嘅私隐、隐藏你嘅身份之外咧，有啲秘技咧大家可能唔系好清楚噶。譬如如果大家有睇呢个 Netflix 嘅话咧，有啲片咧系即系美国人先睇到嘅，香港系睇唔到嘅。但你透过呢个 NordVPN 登入咗美国嘅网址嘅话咧，咁就有机会咧睇到喺美国播出嘅一啲电影或者系电视剧集啦。又例如咧，就如果你喺网上边买一啲货品，又或者系订机票啊、酒店咁，咁有啲公司嘅规定咧，如果你喺当地订嘅话咧，你有机会攞到比较大嘅折扣噶。咁啊，透过 NordVPN 登入咗当地嘅 IP address 咧，你有机会咧系买到比较平嘅机票或者订到比较平嘅酒店。不过每间公司嘅政策都唔同噶，咁你可以试下睇下系咪真系做得到。而家订 NordVPN 咧就可以攞到个比较大嘅折扣优惠噶。透過呢個網址啦，同埋用個優惠碼 SAMNGX 咧，你就可以攞到32折。一個兩年嘅計劃咧，平均一個月咧係$3.71，仲加送一個月免費添。一家大細6個設備咧，可以一齊上網噶啦，幾好用噶，大家不妨試一下。